李亚男呢日就出席教育生活活动，在上年年底同黄祖蓝诞下爱女的佢呢日出嚟活动，见佢身形纤瘦，修身得好成功、哦。多谢晒，因为呢三个月我好努力嘅，有见呢个营养师，咁营养师俾我嘅餐单咧，一日三餐咧，都系可以食饭啦、啊、淀粉质啊，少少肉啦、啊，加啲菜啦、啊，咁就可以瘦落嚟，咁唔配合運動嘅噃，咁如果配合運動嘅話，仲可以瘦多啲，咁所以我好滿意依家嘅成果啦。阿男仲透露，醫生話佢個女幾乎係全班最高，咁老公祖男就最開心啦。啱啱見咗兒科醫生，咁就話：哇，你個 B 係即係幾乎全班最高嗰個喎，咁樣咁就。即係我好開心啦，同埋老公都覺得係啊，都好彩個基因係似媽咪啊咁高啦。不過就要珍惜，即係低頭望住個女嘅日子啦。因為我十歲嘅時候都已經好高啦，咁好快爹哋就要咁樣即係抬頭望住個女，跟住即係批評佢都要望，即係抬頭批評佢咯。都似我嘅，我睇翻我以前啲 BB 相咧，我覺得佢同我都八九成。似嘅，似樣嘅，係啊，咁總之我老公好開心啦，唉，太好啦，似媽咪啊咁。